南京科技职业学院，创办于1958年，地处国家级南京江北新区腹地，是江苏省人民政府举办、教育厅直管的全日制专科层次普通高等院校。前身是中国化学工业的先驱者范旭东、侯德榜等人创办的远东第一大厂永利化学工业公司亚厂厂办校。历经一甲子的峥嵘岁月探索实践，历经几代人的艰苦奋斗，励精图治，学校现已有以实院、三部、一中心为核心的14个教学单位，建设了涵盖46个专业的9大专业集群，形成了以工为主，集工、经、文、管、艺于一体的多科性协调发展的专业结构，持续为国家发展培育和输送适应经济社会发展需要的高素质技术技能型人才。学校现已是国家示范骨干高职院校，在高等职业教育质量年度报告中被评为全国高职院校国际影响力服务贡献双50强，在江苏高职院校人才竞争力30强排名第9，中国1386所高职高专院校竞争力排行榜排名第83，并获得省级优秀社区学院称号。学校是教育部等主办、省教育厅和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等承办的全国职业院校化工设备维修、精细化工生产技术技能大赛定点基地，是全国石油和化工职业教育国际交流与培训基地，是中石化系统优质人力资源培养输送基地，是与本科院校3+2分段培养、4+0本科联合培养项目和中职3+3项目试点的高职院校。